兄弟们，解决掉这些猖狂的外来者！ 小鬼，让我来好好招待你们。嘿嘿，靠近点，来送让你们看看我的力量。来我这里蛟龙，让我们一起消灭这些入侵者。 沉眠了这么多年之后，你竟然让他苏醒了。
如果你真的想挽救你的族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造成的灾难，你必须在我们的学院这里证明自己的能耐。首先，你要迎战我们的学徒。 最浅的徒弟，现在你要面对我最资深的两个徒弟，飞雪、香莲，上前。 最自豪的徒弟，也许你还是能派上用场的。我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：真正的武士，以拳才能交心。过来，让咱们交个朋友。 好啊，外地人，就让我们见识一下你的真本事。熟练的兵器，不过是一个人武学技巧的外在展现。 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精神的力量。在我小的时候，连拳头都挥不好，可是常年训练以后。 我厉害了许多。
挡不了，你们也不行。珠海影盘都是我的，就像以后所有反对我的人命运一样，前来受死吧。先找到目标，仇恨会吞噬征服万物。之上已逃离我的身体以及僧院，我必须感谢你陌生人，
影潘欠你一次。现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